你说的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个笼统，什么叫根跟城？首先要了解，根指的是我们的，六根啊，城是指的外境，城嘛，就是说你对境不被境转，你就脱落；你不被境转，境是城嘛，哎，境界来了，你的心不跟着转，那不管在坐上也罢，痛也是个境界，心烦也是个境界，浮躁也是个境界，酸麻冷胀头全是境界。心可以不被境界转，不管是天人的境界、阿修罗所有的境界，你心不执着，你可以观到他们这一道，观到这些境界，而心不粘着，不被执着，哎，就可以转。这是一种正量，就是说正量的视线，这个不是理论上去探讨的问题。你如果刚开始是凭借着专注力，刚开始我们只能训练专注力，然后定力。到专注力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忘，达到暂时的忘神忘心。那到定力的时候，我们的承受力成倍的加强放大，就是说八级台风我们可以承受到十级，我们一般的小的风根本撼动不了我们的心，我们心如如不动啊。那么承受力，但这个承受力是有限的，所以阿罗汉的定啊，已经到人世间人中第一，到人世间的他的定已经寂灭定已经很高了，但仍然没有出轮回。他仍然要出定，只要一出定他就承受不了，所以定不是究竟。最终你要知道，就正入佛法的空性之间，就说进入无心的境界的时候，因为你要承受这些境界的东西是要用心来承受的，如果你无心就没有可承受的东西了，你没有可承受的东西。这叫慧能的，就是说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就本来没有什么东西，当你这儿无心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也虚幻，它是相对于你是个重量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业力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无心的是还是很难的。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，就是在地狱里边有一个拱石地狱啊，有一个拱石地狱是个什么地狱，就是说有时候我在定境里边去到这个地狱啊去看，然后这地狱的众生呢，他就在山上，他是一种什么感觉，你会清晰的看到图像，他不断的被一个大石头拱下来压在头上压在身上，然后他就觉得很沉啊很沉，然后压着压着的就喘不过气来，然后就压死压死，然后他又伸过来再被不断的石头压。但是因为你在那个境界里边进入了，你是在定境里边，那个石头也会过来，好大一个石头滚过来的时候，你拿一个手指头就能把它顶住，因为你觉得就像一个气球似的，它为什么会那么轻，为什么那些众生会那么业力，因为你的业力轻。当然说这个是另一层面的啊境界了，或者是说因为就是说你下了地狱，可能是你在定境中，或者是你是在游戏而已，只是在玩而已，你会去，因为刹那之间，因为你是玩嘛，你是在游戏，这么轻的石头怎么会把它压死呢？就像在梦境之中，还是心对石头的认知，哎，是是，因为你在禅定里面，你是无心的，你是不动的，你根本就不认为它是个石头，但是那种是不是认为它也是拱下来一个石头，你是看得一清二楚的，但你的正量呈现出来了，那一刻你不是用意识层面去分别它是个大石头小石头，它为什么重轻，你连这点意念都没有，没有这些概念。它下来了，你只是拿起手就玩一下，你不认为它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连它是个石头还是是不是个石头，是不是出山上滚，但是你出定以后你可以跟你描述，但是在那一刻你的境界里那个东西下来就是玩的，它自然的就是玩反应的，它要下来到你手上你就是玩的，你就不觉得它是什么，就没有起心。这个物质里面的石头，我不能说我不当它一回事，它就压不死我的吗？不，你还是物质之身嘛，我就是说心的认知有多重要，在境界里边心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。包括我们在梦里边，如果有一个石头压在你的身上，你也会觉得喘不过气来，但是你醒来以后呢，你会觉得那个石头对你影响不大，你会醒来说，哎，梦里边那个石头是压不死我的。但是梦里边你如果很长时间不醒来，你真的受地狱之苦啊，你会觉得在梦里边要压死了要压死了，那个石头真的存在吗？还是你真的存在？
那为什么你在梦里边会有那样的觉受？所有的地狱之苦也是那样的，只是比梦里边更真实。就是心灵的认知度，心灵那一刻的认知，它是正量的呈现。包括你们今天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，里边有很多说啊，如果什么有刀兵劫啊，或者什么你去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就是那个刀会就断掉什么，很多人很疑惑，它是一种心灵的认知，它是告诉你的心应该什么认知。当你的心灵认知到那些境界，当你的心灵能够认知到观世音菩萨就有那么大的力量的时候，真的那种认知度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一切如梦如幻。苦、死亡、生死都是一种觉受，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也有可能掉脑，别人看你啊，也许你真的被杀了，那个刀并没有断，但是在你意识层面它一定是那样的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观世音菩萨，在你的意识层面残留的痕迹一定是那个刀断成了，而且你没有痛苦，因为生死是种现象，就是我们只是在物质层面的时候知道，就是说是一种生死，有苦啊，有苦，刀在割我们的头，这个很苦，这个有恐惧，这是种觉受，恐惧只是种觉受。因为恐惧没有人去碰你啊，你怎么突然就生起来了？它是心灵里边的一种觉受。